华为 Mate 30 Pro 拍照吊打 iPhone 11，样张对比。作为两大智能手机阵营的代表产品，华为 Mate 30 Pro 与 iPhone 11 Pro 的实际拍照表现如何呢？上面这一组是逆光下的对比样张， iPhone 11 Pro 相较华为 Mate 30 Pro 对画面左侧的高光有着更好的抑制，没有出现明显的光晕，而且整体亮度更加自然。放大后可以看到华为 Mate 30 Pro 对于人像边缘的处理更加到位，而 iPhone 11 Pro 的人像边缘已经模糊，尤其是人物顶部左上角已经出现了明显的涂抹。局部放大则可以看到华为 Mate 30 Pro 通过算法掩盖了噪点。 iPhone 11 Pro 虽然噪点更多，但是画面细节也更多，例如垃圾桶底部的字样相较华为 Mate 30 Pro 更清晰，